欢迎来到由巅峰极速车手俱乐部主。唐赛只有公共频道，而且还会传播给观众，这可是十分吸引人的商业噱头，谁会跟钱过不去呢？那可得小心说话了。观众只喜欢听你不小心说的话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据说这次名人堂决赛会有大人物来观赛。有多大？比我的咖位还大。听说了，据说是某个豪门车队的高层来挖掘好苗子。原来如此，有我在他就不用空手而归了。刚才那个弯 Z 四过得干净利落，真帅。克里斯蒂娜 Z 四的皇后是个人车手中的明星，你对她很熟悉。前不久才刚输给了她一场，不过这次我会加倍的赢回来。威尔，我很欣赏你的自信，赛后一起喝一杯。我们看到啊，这位夺冠车手正是不久前加入先驱青年队的新星。这里更新一下信息啊，我们刚刚得知他离开了先驱青年队。